第二七题，下图为四种有机化合物的原子结构示意图。若以三种符号分别代表氢原子、碳原子和氧原子，则有关于四种化合物的学名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乙呢，有所谓的 COOH， 所以呢，乙应该是酸，所以说丙叫乙醇是错的。我们看到了丙呢，只有碳跟氢，所以它属于烃类，还有三个碳，它应该是丙烷，所以 C 说它叫做丙酸是错的。那我们看到的这个丁呢，我们只有在课本上出现过一次，它是一个氧原子在中间挑扁担，这个就所谓的钾醚，所以呢，丁说它叫的乙烷也是错的。那么只有这个钾呢，它是对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OH， 还有一个 OH。所以呢，还有 OH， 所以呢，它应该是所谓的醇类，三个碳，所以它叫做丙醇，所以甲是对的。因此，第二七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为丙醇。